白沙屯妈祭典人参拜，即在北港朝天宫的庙城前。22号当天，白沙屯妈进香，完成了最重要仪式。 透过空拍镜头，万头钻动的画面曝光，信众大呼感动，妈祖慈悲，安定人心，保佑台湾疫情退散。白沙妈的粉红超跑所到之处，感人故事不断。有妈妈从彰化到云林，带着早产还不会开口说话的2岁小儿子，跪在路中间祈求妈祖庇佑。 像是感应到一般，特别停下来给男童加持长达3分多钟，让人鼻酸。儿子是早产6:02，他现在还不会讲话，很感恩他为孩子加油那么久。但看在医护眼里，实在无奈。急诊医师田之学在脸书写道：“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仿佛多重平行时空，医护真的需要喘息。”他强调尊重信仰自由，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，但也应该尊重医护。担心绕境。 中的确诊黑数结束后导致医疗量能崩溃。解中部综合报道，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旺旺水神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。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。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